准备打两支安打掉一分。那么要出棒击成界外，球速头部领先，复球塞进去，是一个三振。极力接到拱冠拉回来，打到三垒侧，王威成拿球之后重往一垒，两人出局。因为球速也接近一百球哦，这球咬得蛮扎实的，在右半边。最后来看这一球，越过了全垒打墙，这是一支全垒打。郭天信扫出了一发阳春炮，在九局上半帮助魏全龙队再添一分，目前比数来到6-2，魏全龙队还是落后4分。这个大曲球被咬中了哈，两好一坏，打成了内野弹跳球。江坤宇拿球之后，传往一垒，刺杀掉了击球跑垒员李凯威。中信兄弟中场就是以6-24分之差击败了魏全龙，在季后挑战赛拿下了2-0的听牌优势。对于中信兄弟来讲，这场比赛的胜利格外的重要。那对于魏全龙来讲呢，现在有一点背水的情况，不能再输了。德保拉今天完成了完投胜，主投9局，准备打3支安打掉2分，非常精彩的投球内容，是能带领中信兄弟最终就是以6-2击败魏全龙。